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跟 Howard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揭牌看这个整个包。那么大家看啊，这把剑上面有个 Taming 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Taming 就是你用它击杀怪物，然后它就会给你生成一只已经驯服过的狗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就要去造一个特别牛的东西。这个东西 B 站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它叫做皮卡标，它可以破坏沿途的方块，它可以把一些掉落物给带回来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说我们可以用它破坏方块，包括刷怪龙，我们可以用它来拾取物品，包括箱子里面的东西。我把一个箱子破坏，然后把里面东西拿过来，那我就不用去探索这个遗迹了，我就只要在外面远远的溜它一圈就好。我们给它附出来个耐久三之后，附个穿透三就够了。好，现在咱们造出来了世界上最牛的皮卡雕，然后这样再附的话，它就只要八级。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赚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亏。咱们的狗狗军团的召唤神器，现在的话咱们用传送石板啊，去咱们的快乐小屋看一下，看咱们可以生成一只狗出来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级逆天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因为你们是不是超级逆天？寄生虫有寄群之患，我有狗群之怒，知道吗？猪灵们，你们听好了，这个房间都是我的狗，你们不要轻举妄动。快快快，我需要你最后一颗心，助力咱们成为超级霸王龙。哎，完美，好，走，咱们回家。紫兰，我也是好久好久之前的这种点了，你知道吗？超级远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呀？九重妖塔，往上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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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好了，小怪龙怎么破 ？So easy！ 哈哈，哇，这好简单啊，笑死我了！拜拜了您嘞！哇哇哇，什么玩意儿 ？OK， 先走，对方不是很安全哦。微风之灵，哎，太好了啊！谢谢你，咱们刚好这样。啊，不对，我小心用这个 A 下去了。下。哇！啊，还好，咱们这样是暂时可以飞起来了，问题不是太大。哇，这也太人才了吧，这也。哎，我在这边，我先休息着啊。都可怕，我走不了，我天。九重妖塔，他喵的，他把我打下来了，我生气了。这边先打一下，然后我。搞得我这么尴尬，然后咱们看一下吧。金苹果保护一啊，是垃圾，但是无限啊，这个可以。酷啊酷！什么鬼？上面会掉鼓励帕下来？不会吧？那这是什么？钻石级的耐久一，哎，这个有点意思。附魔之瓶，哎，酷酷酷酷，超级多附魔之瓶这边。就来这个地方基本上没难度啊，都 easy。哎，这个建筑也是木质的呢，是不是意味着说咱们也可以把这建筑给烧掉？请 Radical 大神、根号大神给你们整一波好活啊 ！A few moments later, Oh my god， 这是个什么？它是凶猛的熊，冰河熊哎！ Wow, 啊？哇，我获得了寒冰之眼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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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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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弟到喽！哦，我拒绝，我知道那是魔鬼鱼。哇，然后咱们到了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群系。哇，五边形这个材质包，它做的二弟真的好有味道，好有味道，配合光影 ，so good。Nice。然后这地方二弟高原，这地方不会有怪吧？地方有什么好怪的吗？跑得飞快，那个什么三只脚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三只脚，就保卫者，给他的外号是大自然，因为他是植物。然后恐怖生物中有一句话是：你加剧了对自然的破坏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有一个想法，这个地方它算是废弃矿坑哎，啊，那这个地方算是废弃矿坑，那这里面的矿车用的是废弃矿坑的战利品箱喽。要不要这么简单？不会里面真的有迷离之眼吧 ？I don't know what this is, but it's kind of hot. 嘿嘿，无敌迷离之眼，今天是整到了两个，
哦，奶子呀，兄弟们啊，今天直接整了两个眼睛了，把昨天都给补上了，不用再交税了，对吧？酷，酷，我的评价是酷。探矿系统在这附近，但是我不在乎，探探探探个屁！这边东西多好呀，探毛线探。这边都是线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的线，我至少要踩到两组线才够。这个是洞穴蜘蛛抓怪龙吧？有意思。皮卡，还有皮卡，皮卡标呢 ？Where is my 皮卡标？哎，不是吧？我皮卡标怎么没了？别叫，家人们，皮卡标没了！我的神标，我的神标！闭嘴！你个臭蜘蛛 ！OK， 我的神标没了，不会吧？闭嘴！下蛋，三根线，然后三乘六，十八根线等于一颗星。哦，我懂了，十八颗线等于一颗星。那么咱们要加二十多颗星，就二十乘十八，等于至少三组的线，反正至少三组线就对了。好，咱们已经够线了，然后够刚哄回家就好了啊。这个倒是可以拿一下墨银法杖，这个挺酷的。墨银法杖在里面像能开出去的吗？开啊，不要开，这是把奇妙的弓，但是也没什么用啊。这是把什么？这是把普通的铲，弓与铲都没什么用。然后咱们的割当宝典已经被咱们用满了啊，再给我送也没有用。好，咱们先造点容器基座，可以造出四个空的星之容器。我们一个一个合，不着急，咱们会变成这个最猛的一个人呢。然后咱们现在金质容器已经不能用了，完了，满了，浪费了。哎呀，没有用的太离谱，没有用太多，你知道吗？23、31，这还不如让我自己重新附一个附魔呢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各种维度去探索一下了。我是根号 Radical， 如果你喜欢这期的话，不要忘记点个赞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点七个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